家好，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再次欢迎大家。今天上台啊，先想跟大家说一个我们现在生活节奏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特别的快啊，比如你拿我来说吧，从这个小学、中学到大学啊，说相声到进电视台当主持人，确实啊是一步不落，但又是马不停蹄。可以说这个节奏太快了，有的时候回想起来也真是快得让人喘不过气儿来。其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稍微的停下来一点，对吧，慢下来脚步看一看周围的风景，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啊。你像前两天吧，我开车在6:30左右开车就开上了这个黑牛城道，哎呀，终于有机会停下来了，仔细看一看周围的风景，心情就不一样了啊，不由得从心底发出了呐喊，下次再不这点出来了，太堵了车都走不动了啊。但是生活当中适当停下来，比如说您出去啊旅旅游啊，多去看一看，我觉得是很好的。你像我们今天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他是一位歌手啊，但是同时啊他也特别的爱旅行啊，到各地去走走看看，而且呢还有很多的爱好，所以我们这期的主题啊跟他也很贴合啊，叫不只会唱歌。那么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跟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好不好？我跟这位嘉宾的共同点就是我俩都是近视。都是近视。对、哦、那我是状元、哦、这哪个近视不是、哦、但就是都戴眼镜、哦、是吧、哎哦、好，徐玉龙呢，我觉得我们的共同点应该是都属于靓仔、嗯、我跟他都是男的，这个反而有一半的概率都能一样是吧今天这两位是新朋友啊，还有一位我觉得坐在台上非常亮眼啊，因为他没穿大褂，这个杨宇光啊。啊，我觉得我们俩工作都来自于上海、嗯、啊，而且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啊，我们俩可能都会唱歌吧。为什么今天的这个宇光咱要重点介绍一下？因为他主要是这个话剧演员跟这个音乐剧演员啊，也是现在是这个赖声川剧场的演员是吧？哎，对，我是赖老师的演员。今天其实他来到我们这个群英会，也算是他的一次跨界啊。哎，是是是。老冯呢？啊，我其实冯老师也唱过音乐剧，是吗？我去你！真的，传统音乐剧《黄鹤楼》。哎呦嚯！哦，这是音乐剧吗？这是意大利腿子活是吧？不会意大利文。你跟这个今天的嘉宾有什么共同点？我感觉哈，应该是好溜的。老冯平时爱旅游是吧？哎，喜欢旅游。哦，刘进、刘团呢？我们俩有一特点，我觉得挺像，就是业余爱好里边啊，都愿意骑车。这一会儿跟嘉宾咱可以细聊啊。哎，是。我觉得大家如果熟悉我们的节目呢，可能对这位嘉宾一下您也能猜到是谁了。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著名歌手平安，有请。好。哇！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开心啊，这个老朋友见面了啊。我不知道你刚才听到没有啊，就是我们说现场的我们各位相声演员跟你的共同点是，其中有一位啊，我们今天的新朋友叫宇光啊，他自己说跟你的共同点是都会唱啊，他自称也是专业的音乐剧的演员啊。这个现在平安到台上了，你还坚持你刚才的说法吗？啊，其实呢、啊、也大可不必这个其实我觉得在场都会唱啊，这个相声说学逗唱，嗯，唱都必须会。对，哎，对，这样吧，宇光，哎，这个平安来到台上，我觉得也很好的一个展示机会，对吧？
跟我们唱两句好不好？好，好吧，来，田老师，田老师献丑。这个刚才聊到这个共同点，我演过音乐剧，啊，我就唱一小段，好，好不好？等我酝酿一下，这尺寸不错。对，靠过来，不如跳舞。已散场，追灯熄灭，靠过来，不如跳一场艳阳天。你如星星的眼，你如泰山的美，你的渴望，你的追求，我为你排山倒海，我为你追星奔月。OK， 就这样，就这样。OK， 就这样。这个其实刚刚你看，这个我们宇光唱的音乐剧啊，好像平安以前你也唱过音乐剧，是不是？我学过点音乐，学过啊，对，就是因为年纪太大，不让我再去考了。我觉得你从专业角度先点评一下我们这个宇光今天唱的怎么样？啊，其实他唱的很好哎，就是非常有感染力。其实音乐剧不是说唱的好就行，还要演哦。你看他有一种情绪和感觉哈。对，其实我觉得舞台上吧，就是必须是边唱边演，这样的话才有更加融入感。否则的话，大家都买唱片回家听就好了，干嘛要看演唱会啊？是吧？您说的太对。对，现场的这个肢体语言啊、表情啊，就是可以把台下所有人的情绪都调动。是的，哎，我大概听出点弦外之音，就是宇光唱的很好啊。言外之意就是我可能更好啊！没，哎，那这专业的还是专业的？说到这儿，这平安，你当初要也学过音乐剧，跟我们也来两句好不好？哦，好吧，好来两句啊，啊，唱个歌剧也行啊。好，地雷光呢？Testele, alla va vincelo, vincelo, vincelo. 今夜无人入睡。对，这是意大利的黄鹤楼，这是。哎呦。我觉得真好，还是蛮震撼。我觉得你像你们那个位置，至少都得5000块钱的票，哎，对吧？对对对，我觉得我这个位置50000块钱也不卖给您啊。您那是挣钱的位置，是他们那是50分贝，我们这是120。对，哎，我觉得唱的真好啊。今天你看我们聊的这话题啊，叫不只会唱歌啊。说到不只会唱歌，我觉得平安现在应该已经有了一个我们都认可的技能，就是说相声啊。你这个来我们这很多次，相声现在已经说得很纯熟了吧？那其实我每次压力都挺大的，是吗？因为这跟唱歌还不太一样，你这个每次说的内容都不一样，每次对手也是不一样，展现内容也是不一样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挑战。而且我从小其实就喜欢说，其实我当年还差点成主持人了。哦，是吗？说相声呀、主持人呀、唱歌都是玩嗓子事儿。那我希望你在唱歌这个领域你继续走下去，越走越远，不要在我们主持人这儿抢饭了。真说到不只会唱歌啊，这个平安的爱好我觉得特别多啊，会说相声算一个了，还有什么喜欢打篮球啊？啊，打篮球啊，喜欢骑摩托呀？哎，我一样一样问啊，我觉得打篮球你这个一般打篮球都比较壮，对吧？他得卡位啊。你这个身材是不是挺单薄的？我不打中锋不就行了吗？属于射手。你看我这腿儿啊。哎呦，我的天哪，弹跳还不错的。我真是，如果是在上海，那我就经常比如说一个星期打个一两场，出出汗也行啊。哦，真的啊？对，我们比如说像那个跟那个邓超呀、潘玮柏呀，我们经常在上海明星队是吗？他们也都住在上海了，所以说呢，我们在上海经常每个星期有着一两场局，哎，出汗挺好的。哎，那你在这个球场算是很醒目的一个吗？最亮的一个，最亮的一个，经常就我上篮的时候，人家不对着球拍，对我头拍，这太吸引目光了。哎呀，啊，接下来还有呢，就是这个喜欢开摩托，骑摩托。哦，这刚刘季，你刚说跟这点我也是一样的。对，这个刘季，你在哈尔滨骑车冷不冷啊？我们也不是冬天下雪天气，这个和智商有问题。这46跟你说摔的不知道18000。但是我觉得我其实骑上这个任何一款机车的时候，它那种放松的感觉和亲近大自然的感觉，
哎，是别的给不了的。对对对对，有一种迎风飞舞的感觉。对，而且我还不是特别喜欢组队啊，我就是喜欢就是一个人静静的，然后找一个特别远的路啊，然后这一条路车也别多，我们也不追求速度啊，就是能静下来，然后去看看周围的景观，哎，自己能沉淀下来，我觉得那个感觉特别好。哦，对，哎，说到爱好，我觉得刘季这个爱好和这个平安相同啊。我觉得刚好也可以聊聊我们各位相声演员有什么样的爱好。我觉得老冯喜欢什么呀？养生。养生，生命在于静止。对，因为冯玉丹的痛风非常严重，就是基本上天天痛着呢。对对对，他基本上每天都在痛风和痛风的路上。他其实是一个愿意旅游的人，对，但无奈就因为腿不行。嗯，就上回去北京嘛，他都快溜达废了，我在宾馆里躺三天。行吧，那这个还是得控制点饮食啊。好吧，我觉得这个爱好也挺好的啊。这个雨光有什么爱好？哦，我别看我现在很年轻化啊，但是我喜欢玩文玩。哦，我跟您一样，您是这个，我是核桃。哦，那跟这好像还挺近的。哎，这是一对小三角白。白狮子。哎，白狮子，这里我还真不错，讲究了，可以。您看，讲究了。讲究了，好看，对儿也不错，哎，对儿也不错，小三角白。现在就是工作压力也特别大嘛，所以需要去解解压，然后需要去磨一磨，听听他的声音。这个就是你看，也是养生的一种。聊到这儿，大概知道这个相声演员其实爱好还是很广泛的啊。有些爱好是玩儿，对吧？有些个可能这个爱好，它还会是一种技能。各位相声演员还有什么其他技能？咱们今天也可以说一说。但是我有个要求啊，这个要有一个句式，叫不只会相声。还会什么什么，好吧，来，老孟，我不只会相声，我还会打拳，还会打拳，哎呦，我小时候学过拳啊，练拳，对，哦，练的什么拳啊？陈氏太极拳，你来两下我们看看呗。以前知道那叫什么？一个西瓜切两半，你一半，你这是平氏太极，开始了。哎，带劲儿，范儿有啊！哎，对，哎，哎，好，哎，差不多。好，刚打开电视的朋友，您要知道，我们现在还是群英会啊，我们嘉宾还是平安，不是养生节目啊。你这个放早晨6:30合适，是，但是确实看出来有功底，对，有功底，这个徐玉龙，我不只会相声，我还会做饭，但做完不怎么吃。是很难吃吗？我给别人吃，我享受那种别人吃我做的饭的那种痛苦的感觉。我就折磨人家。吃完你的饭和你绝交是吗？吃完以后感动流泪。就很喜欢做饭，打小就喜欢。哪个菜是你的拿手好菜啊？你像我们新疆比较出名的就是羊肉串，啊，打小都没有人教，就自然而然就会烤羊肉串。哦，挺好的啊，这个会太极拳的，会烤串的啊。红超啊，我觉得我们还都挺传统的。我除了说相声，我还会泡茶。那你跟我们说说，我们现在这季节应该喝什么茶比较好啊？喝点绿茶。哦，那不是对胃不太好吗？他们说绿茶会喝了刺激。因为夏天本身人的身体还是会有火会燥的。喝一点绿茶会好，而且喝点红茶也可以。好，又变成养生节目了。来，我们回来。来，我们回来。这个余光啊啊，我不只会相声，还会骑独轮车。哟哟，你还在杂技团干过？对，咱们改杂技节目。啊，小时候我太顽皮了。然后爸爸妈妈就想。找一个发泄的口，然后他就让我学，我会把你制造各种危机。哎，对，对，我会骑独轮车。明白。对，像我爸这个惩罚我，就是这个把小提琴夹着，干啥事都夹着小提琴。歪脖了，歪脖了。老冯呢？我不只会相声，还会吃啊，吃，还是吃，真的会吃，他会吃出奖来。那你给我讲讲这个羊肉串有什么讲究？你为了那个熟的呗，他忌牛羊肉，羊肉、海鲜、干豆腐这几样能控一门啊。我说北京烤鸭吧，这我北京烤鸭行行，北京烤鸭吧，我是特别耐吃，鸭子必须得是甜鸭，对，哎，完了之后它这个叫外烤内煮，哎，它你看啊，它这个不是说开膛取内脏，打嘎着窝这开口，你知道吗？
把内脏掏出去啊，屁股那块来个塞儿给堵上，完了之后呢先烫皮呀晾鸭呀，这咱都知道，嗯，完了呢里边灌上水烤，嗯，外边是脆的，里边是煮开的，哦，哎，这叫外焦里嫩，哦，哎，片鸭最好吃的地儿呢就是胸脯这一块，嗯，我最爱吃了，哦，哎，切好了一蘸白糖，嘿，入口即化，哦，行，哎呦，又变成美食节目，我觉得，哎呦，这个相声演员除了爱养生就是爱美食，啊，哎，对对啊，哦，来刘团吧，我除了会说相声，我还会穿串儿啊，其实我手艺活特别细，嗯。就是您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珠子款式搭配呀，啊，这个其实我之前的时候在好多文玩店，他们老板就是一到那个什么客人来的时候都会来采纳我的意见，说我现在有这些，你帮我弄成一个什么样的，嗯，审美还是可以的。哎，我觉得每个相声演员都有自己的特长啊，有自己的特点啊，所以这样说的相声可能大家也更爱听了，啊。那你的呢？除了会说相声，还会当主持人，这行不行？好，哎，会写书法，这个还真是。哎，书法，哎，这个是真是。咱现在还真没给他准备纸，要不然我高低得让他别着急，下次那个配着这个太极拳，我给你们写一个。现在老艺术家都得会写俩字儿吧？对，会会写俩。俩字不行，我会写四个。说好了，说好了，咱说说主嘉宾吧。嗯，我刚才看了一圈大家了，这个老冯是挺白的，嗯，但是呢，跟平安哥这么一比呢，嗯，好像他比你还白。嗯，我这化妆化的，婷婷，你说这个我就不服，知道？就这么多年，我也是一个白皙的美男子。哦，没看出来。哎，真的，你知道当初我们拍这个小片的时候，哦，比如说要拍一个拿起一个细小的东西，嗯，那个摄像机的镜头推上去，女生的手不行。那都是我的手拿起来，是啊，哦，哎，你是手模，伸出手看看呗，比比啊，比比，我看看，我是劳动人民手，哎呦，哎呀，这么一比还真是，哎，细长，还真的细一点啊，哎呦，还嫩嫩的。刚刚啊，你看聊这么多，大家都特别的开心啊，但是确实啊，我们这个上镜的话，这个平安老师确实真的是特别白，哎，对，小白脸儿，小白脸儿，啊。说到平安，可能我们非常多的电视观众对于你熟悉起来，还是从当年的一档节目叫《中国好声音》啊，哎，是，那也算是你事业的起点吗？那算是另外一个起点，另外一个起点。其实参加比赛很早就参加了，啊，在20多年前的时候，大学就已经参加比赛了。嗯，不过呢，就是成绩有好有坏，嗯，也没有到全国知名的一个程度。嗯，那当然是在2012年抓住这样一个《中国好声音》的这样一个展示的机会，嗯，天时地利人和，嗯，变成全国皆知的一位歌手。哦，哎，十几年过去，好像他没什么变化，真的真的。你要说现在还是2012年当时那个节目当中的你，其实我们觉得哎是这样的，嗯，但其实已经12年过去了，哎，有点变化。嗯，就比如说我身边朋友都说，嘿，平安你怎么现在变慈祥了？年岁长了。我说因为我有俩儿子了。哦，对，变慈祥了，慈祥。其实你知道这人的表情会跟你平时经常做的表情，人的这个五官会有所变化。嗯，就是你可能你经常会跟孩子这种笑，你的五官可能就会有一点点这种，就像你说的变慈祥了。哎，爱屋及乌，看别的小孩，啊，哎呀，多大了，哦，多可爱呀，啊，只想掐一下，嘿，掐一下手，掐一下手。那这个从小喜欢音乐，这是小的时候有家庭刻意的培养，还是你自己就喜欢？其实我父亲他这个业余爱好呢，嗯，也喜欢玩乐器，嗯，拉小提琴啊，拉二胡呀，嗯，其实他也是业余的，嗯，真正拉得好的是我叔叔，嗯，我叔叔是马思聪的徒孙，哦，哎，小时候等于是我通过这样的小提琴，嗯，进入音乐之门，明白，然后呢就在小学中学呀，啊，都是这个合唱团的团员，嗯。哎，喜欢唱歌，嗯，到最后发现我说爸爸小提琴太难了，嗯，哎，这个就是乐器，我干嘛还要带个乐器，对，我就唱歌吧，唱歌了。哎，那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在这个声乐上是有天赋的？小时候就有啊，小时候就有啊，小时候就有 啊，因为那小时候从合唱开始，嗯，唱到四重唱，唱到独唱，啊，因为老师他说你嗓音太特别了，嗯，合唱要把声音融在里面，嗯，你老是嘣往外窜，啊，哎，你唱独唱去了，啊，然后我就唱独唱了，嗯，哎，唱了以后让大家都觉得，哎，这老天爷赏饭吃啊，嗯，爸爸说，你看你唱歌别人喜欢，别人想唱还唱不了呢。那什么时候开始正式要走专业的这个道路了呢？那时候因为这个碰到我的恩师，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嗯，他们十佳歌手的时候呢，作为演出嘉宾，嗯。当时我唱完歌之后呢，底下有一个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嗯，叫谭冰若，嗯，哎，他呢叫他学生说，哎，那个我们教授想叫你等一下，嗯，那我说干嘛呀？他说我们教授想跟你聊一聊。当时他就跟我说，我特别喜欢你的声音，嗯，
那你想不想过来跟我学唱歌？嗯，我说哇，我上海音乐学院没考上，但是音乐教授来主动找我。嗯啊，那我说行啊，可是我没什么钱啊。嗯，他说没事。嗯，我在乎的是你这个才。嗯，我可以不收费。嗯，你每个星期过来。嗯，旁听。哦，所以从那会儿，大三大四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的去接触了这个音乐的课程。嗯啊，然后呢把自己平常所学的东西啊再跟学到一些东西结合在一起，嗯，捏着捏着就捏成现在我这样。嘿，哎，我觉得这其实还是天赋加勤奋加努力，当然也还得有点机遇。哎，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更希望把唱歌啊，嗯，这个无形的能量，嗯，通过这无形能量去传给大家。哎，嗯，让我身边的所有在座的朋友们都能够因为我的歌声开开心心，是的，幸幸福福，平平安安。哎，嗯，点击啊！是是是。那你说你这一路就是当歌手，那如果当初不当歌手的话，会有没有想过做其他的行业？我喜欢开车啊，所以呢，有可能我去做那个出租车司机。我以为赛车手呢，不是，那太贵。因为我喜欢聊啊，又喜欢开车，你觉得哎这不错，嗯，后面人来哎吃了没？去哪儿？来天津开出租。哎对，然后我天天开。要不给你唱一个对吧，然后每天可以见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儿，然后你还能介绍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城市当中的好吃好玩的啊，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哎，我觉得这个平安是一个非常生活当中能随处找到乐趣的人。哎，可能我真退休之后就我没工作去做，我就做个那个滴滴司机。那这个平安有没有做过一些个关于这个推介文旅方面的工作呀？啊，有啊有啊，这些年其实都是做这个乡村振兴。嗯，那我呢也就非常荣幸成了这个广西文旅的这个形象代言人。哦，然后呢我通过就是自己的这个啊脚步丈量，嗯，把这个广西基本上都走遍了。哦，我会发现除了大家所熟知的一些什么桂林啊，这个南宁啊，嗯，有好多都不知名的，嗯，但是非常好玩的地方。嗯，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哎，因为呢我唱完《中国》，嗯，当时我在唱的时候其实还没有走遍中国。嗯，所以呢我并不知道这歌里面他唱的很多的这个地方他是在哪里。嗯，但是通过这十几年的这到处演出，嗯，基本上我把全中国都走遍了。走遍了啊，北边的黑河漠河，嘿，西边的这个喀什，嗯，对吧，南边的三沙。其实我会发现，哎，当我走完这些地方之后，你再去唱《我爱你中国》里面这个词儿，哎，就不一样了。嗯，歌词里面讲的东西，原来都可以亲眼看见。嗯，咱们说了这么多，那我们天津你熟不熟呀？我父亲是天津南开大学毕业的。哦，哎呦，哦，那跟我是校友啊。哎，对，是的，是的。我还一直问他，我说，为什么这叫南开大学呢？他说，校门往南开，哦，这么回事？不不，南开可不是因为校门往南开，我知道他开玩笑，开玩笑。对，咱正好是这个暑期啊，哎，我觉得很多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到暑假，希望带孩子到我们天津来玩，哎，对不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对，推荐三个适合这个暑期带着孩子来天津玩的地方，好不好？想想，第一个肯定是天津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啊。第二个还有一个从天津出来的一个大师，嗯，我们曾经小时候听他的歌，嗯。听过送别，哦，对，李叔同，李叔同，哎，纪念馆，没错没错，李叔同是天津人啊。李叔同故居那边也是您去的，对，我去了，我去了之后我会发现，其实他不止送别这一首，嗯，他曾经拿这个五线谱，用西洋的作曲方式，做了几十首歌啊，哎，可能最出名的是这个送别，对，而且他自己又非常喜欢猫，他把他自己故居，就叫做猫部，哎，就是猫住的地方。对啊，他们那边也做了一个文创，叫猫布咖啡啊，哎，就跟那个猫屎咖啡一样。哎，而且呢，很多人都说他其实是南方人，但是其实李叔同先生他是就是天津人，哎，就是我们天津出生。不过他下半身基本上都是在南方了。是的，是的，哎，是的，是的。哎，这是第二个地方，第二个，第三个呢？第三个呢，独乐寺啊，它是从大辽保存到现在还没倒也没烧毁的全木结构的一个寺庙。是的。就是我很难想象，就现在其实你找这个年代的1500年左右吧，这个年前的寺，而且是木质结构的。你想冀州以前都是这个兵家相争之地，啊，你战乱也好，地震也好，这个火灾也好，这么多事儿，没倒。哎，当时梁思成先生，他过去一看，惊呆了。哦，没想到我们现在，
还有1000多年前的一个寺能够矗立在那里没有倒下，嗯，很多这个建筑技艺都是值得研究的。嗯，哎，我觉得真的是啊，作为天津人，我觉得我们也很长知识。确实，平安对于我们天津啊非常的熟悉，所以介绍给全国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好。大家暑假可以到我们天津来啊。对，然后再带一个泥人张回去。哎，当然了，这个来天津吧，除了看这个美景、吃美食、听天津相声，也是必不可少的啊。是。那这个接下来咱们先来听听相声吧，好吧？好，这个先来听听我们这个旭龙孟德胜，好吧？有请两位。好嘞。好，感谢啊，哎，感谢各位的掌声鼓励。哎，是，说句心里话啊，怎么呢？我刚才一直在看，看什么呢？哎呦，刚才几位老师的表演状态非常好，哎，不错，包括咱们几位这个相声前辈，哎，同行，他们的节目我都经常看。哦，啊，但是啊，我得向你们提点小意见啊。什么意见呢？就是你们平时在台上那个表演的状态，啊，得要改变改变了。不是，这状态怎么了？这是？嗯，其实我对喜剧还是有一点研究和见解的。那你什么德行啊？你这是？我认为在台上就是你们的那种风格，就怎么说呢？啊，我不是喜欢背后说别人的人啊。是，你都当面说了，你都。就是你们那个状态，我就觉得有点娘。你，不，你先等会儿吧。全场就你娘，你知道吗？不是，我这个状态我很不喜欢呀。行行了，你别来这套了。能发现我在台上的风格不一样啊？为什么啊？我想这种温柔的气势啊，哎呦，可以和观众拉近距离。一点不觉得好，你这个没感觉出来吗？就觉得恶心了。不是，这种状态很有新意。哦，是，是不是？每次我来群英会，啊，都会准备一些新的风格，哦，新的作品，啊，新的创意。呵，很多这朋友啊，包括观众就私信问我，问什么呢？为什么每次来表演都是新作品、新相声啊？是，为什么不来一点这个传统的节目呢？这什么原因呢？我不会。对，啊，我真不会。行了，这不会你说那么理直气壮。不会，是不可能的。哦，我也会那么点啊。我主要是对传统的东西不太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我觉得很多传统的东西流传到现在有点不太合理。你举个例子。你就比方说一些老话流传到现在都不合理。什么老话呢？有这么一句。哪句？相声界经常用到的，笑一笑十年少。那这句话就相当合理呀。这怎么合理了？你看大伙来听相声，哈哈一乐，心情放松了，嗯，仿佛年轻了10岁。过来听相声，嗯，一笑，哎，是年轻10岁。哎，对了，啊，你比方说，咱们刘季老师，啊啊，哟，娘俩，今年多大了？行了行，多大了？25。哎呦，哎呦，你个骗子，你，好家伙！骗子真让骗子给骗了，好嘛！就您瞅长得，你说你40都不过分，说准了，还说准了，我这哦，好比说，刘季老师36了，啊，嚯，啊，往年轻点说，哎，来听相声，啊，是，哎呦，这新包袱，嗯，正好玩，太可乐了，你瞧瞧，哈哈一乐，啊，刘老师年轻10岁。嗯，26了，年轻10岁多好啊！哎，相声不能光一个包袱啊。对呀，再听下一个，接着往下听啊，更好玩了。嗯，哈哈一乐，是又年轻10岁，嗯，16了。哎，哎呦，刘季老师就未成年了。哎，你看看，再听下一个啊，是下一个更好玩了。怎么呢？哈哈一乐，嗯，又年轻10岁。哎呦，6岁了。哎呀，啊，接下来不敢再乐了。怎么呢？再乐，啊，刘老师没了。这别胡说八道了，这是。刘老师今儿穿着西装来了啊，穿着西装来的。嗯，晚上兜着尿不湿回家了。没听说过，您是理会错了。那所以说这句话不合理啊。啊，没有那个。还有一句话，什么呢？哎，叫做一个巴掌拍不响。那这句话就相当合理呀。这怎么合理了？你看一个巴掌，那怎么也拍不响呢？哎，这不响了吗？废话，你打我能不响吗？各位是不是没听到？你别来这套，我听得真真的。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句话不合理。没有您的抬杠了。哎，还有一句老话，什么呢？相声当中经常用到的哪句呀？搭档如夫妻，这句话没毛病啊。这就不合理了。怎么不合理了？不是，这句话最不合理了。你看咱搭档之间在一块的时间呢，啊，可能比跟对象在一块的时间都长啊。而且呀，就形容咱们台上的这种配合的默契呀，啊，像夫妻一样。
你的意思这句话合理？哎，没问题呀、啊，搭档如夫妻啊。对了，一会儿咱领证去。哎，没听说过、啊，就说台上这一会儿。哦，你的意思啊，台上像夫妻，没错。台上像夫妻，你可接受不了。没问题，你肯定觉得难受。要不您来一回？不相信来一回？行啊，让各位感受感受夫妻式的相声。哎呦，咱试试啊！试试啊！谢谢，哎，感谢各位的掌声鼓励。哎，是，谢谢，感谢啊！啊，今天呢，我们小两口给各位说点相声。你也等一会儿吧。这小两口像话吗？不说夫妻相声吗？那也得说小哥俩。好、哦，今天呀，我们小哥俩给各位说段相声。哎，该我们表演。这个相声讲究四门功课。哪四门呢？说学逗唱。没错，这个唱是最难的。怎么呢？哎，这个唱，你看今天两位老师都会唱。哦，见功夫。我可说啊，不光你们俩会唱。是。我搭档也爱唱。我平时好唱一些。哎呦，那个爱唱哦。啊。没事就跑那 KTV 唱歌去。不，你提这个干嘛呢？这找几个逗哏跟他一块唱。哎呀，你先等会儿。爱唱不得了。哎呦，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没事，留一个。别来这套。啊，不，你们爱唱的很吗？不是你。没有这事儿，行不行啊？昨晚就没回家。啊。昨晚上也不知道找我排练。啊，干嘛去了？啊。昨天那我不有事儿吗？哼，有事儿。嗯、啊。什么事儿啊？跟朋友吃饭去了。跟朋友吃饭不叫我是吗？嗯，不是，觉得我这个逗哏给你丢人了是吗？谁说的呀？觉得我这个逗哏带不出去是吗？啊，糟糠之逗啊！我是，这什么词儿啊？这是啊！哎呀，不是，我不早知道你昨天有事儿，就特意没通知你吗？哎，你问我了吗？不，他怕耽误你事儿啊。孟德胜，哎，你问我了吗？怎么了？你这是？我差你这口吃的吗？我要的不是你问不问我啊，我要的是你的态度。行，下回我叫着您呗。那管什么用？晚了，你都吃饱饱的了。那你怎么跟个怨妇似的？你这真的是孟德胜，我都不想说你啊，满嘴都是借口。谁说的？昨吃饭都有谁呀、啊？都一帮说相声的呀。我知道说相声的，那二人转能来吗？哎呀，那废话，我也不认识啊。哼，有没有逗哏？有没有逗哏？逗哏捧哏都有啊。这逗哏捧哏都有。嗯，哎。当初在一块搭档的，你给我保证过。保证什么呢？这辈子不能跟逗哏一块吃饭。如果说聚会的时候有逗哏，必须先给我拍照，给我报备。你报备了吗？我凭什么给你报备呀？这是人。你说你凭什么给我报备啊？啊？行了，不说这些了。怎么了？我就问。昨是不是有那个？谁呀？就那新来的。新来的。啊，是新来，我们给他接个风，怎么了？各位。您不知道，嗯，前两天我们公司新来一逗哏演员啊，是，妈呀，长得那叫一个青春靓丽呀、啊，啊，小伙子比较精神呢，他给人取一外号，嗯，青春豆，这什么破外号啊，天追着人家，又是打快板，又是教人背贯口的，啊，好家伙，你怎么这么谄媚呢？这是谄媚吗、啊？不是带带人家吗？当初你追我的时候，你怎么没这么谄媚？你先等会儿吧，你说明白我什么时候我追过你呀、啊？你追着我，让我给你逗哏。你追着我，让我给你搭档，那不是领导安排的吗？领导是咱的媒人，我不说他。什么叫媒人呢？这是。我就说说你啊，昨吃饭是不是还有你的前任？前任干嘛呢？就你的前任。那叫前搭档，您说的怪别扭的。对，就那前搭档，有他吧？你们俩想死灰复燃、哎、没有那个想复搭不你那是想多了那是哼再说了当时我们在一块搭档就临时搭档一段时间嗯人家现在有自己搭档你也知道人家有搭档啊孟德胜你想想我想什么呢你也是个有搭档的人啊对呀你现在是个有逗之朋你知道吗你哪逃换这词儿啊你少出去跟那些逗哏瞎惹惹啊让他们说闲话哼哎呦孟德胜我告诉你啊就你那个前搭档嗯、自从和你分开之后是人找了一个比你年轻啊比你帅气的捧哏人家现在俩过得好着呢哎不是相声说得好着呢人家可不过日子对人家相声说得好着呢人家越来越好咱祝福人家所以说嗯咱俩也得好好说相声咱俩搭档挺好的对不对千万不能眼红人家一点不眼红对不对哎咱就好好说自己的相声行啊以后我也像他们一样啊学着写那新相声哎呦我也写点包袱都给你行行行好不好没问题啊你看看你哎呦整理整理你看啊怎么那么别扭啊这是自己家的捧哏不疼能行吗哎呦磕到了磕到了怎么了这是头这什么呀啊解释吧这什么呀
什么呀？你自己看这什么呀？不，我哪知道是什么呀？唾沫星子。我哪来一唾沫星子呀？这是说吧啊？哪个豆根的？那这玩意儿都跟豆根有什么关系呀？好啊，孟德胜，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不，我怎么了？这是啊？我说你找就找吧，你怎么还找一基本功这么差的，嘴皮子这么松的，说我还喷口水？哎呦，这你也没少喷呢，这个孟德胜，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怎么了？你当初可答应过我的啊啊？解释吧。你和那个人，就那个豆根，发生到什么程度了？什么什么程度了？你们俩发展到哪一步了？我什么哪一步了？你们俩啊，上台了吗？上。哎呀，这个我跟你保证啊，我绝对不会背着你跟别的豆根上台。你也给我保证过。我俩就简单对个词儿。你当初可给我保证过，嗯，这辈子只跟我对词儿啊，是啊，只跟我上台，嗯，只跟我排练。你现在怎么做的？不是啊，那时候你不是来的晚，晚上又得着急演出，这个那也不管用。孟德胜，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啊，你这叫精神出轨。哪儿跟哪儿呀？这是孟德胜，你快别说了。孟德胜，你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啊，哎，那些豆根都什么样人你没看到吗？就这些豆根，不是，我都熟悉呀。这些豆根没一个好人呢。谁说的呀？他们天天只想着占你便宜，你知道吗？没有吧？你看看那些豆根啊，那刘老师他演出你没看过吗？怎么了？在台上动不动就占捧哏便宜呀。是吗？冲着捧哏，我是你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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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低俗。我呀，你看我什么时候在台上冲着你，你是我儿子，你是我儿子，你是我儿子，我有过吗？你停过吗？你没少抄我便宜。孟德胜，我真没想到你竟然变成这种人了，你怎么这么渣呀？不，你行了，你个渣捧。不是，我当初要知道你这么渣，我就不该和你搭。行了，还押上韵了。哎呀，你有毛病啊？怎么了？你无理取闹吧？你这是，你凶我。我去，照您说那个了。不是你走，不，我不是这意思。你走，我不想看见你，赶紧给我走。哎呦，走走走走。你等会儿。等会儿。不，你干嘛？你不让我走的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当这么多人，你不得给我台阶下吗？不，你什么意思？你这是？我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当着大伙面，你哄哄我，行吗？你哄哄我就原谅你，好不好？啊，你哄哄我，哄哄我啊！行，我哄哄你。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什么毛病？这是啊，那么皮呀、啊！我越想越气，我看到这个唾沫星子，你别看了，受我，我这孟德胜，你真的，哎，孟德胜，我就问问你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什么呢？你是不是不想和我搭档了？你犹豫了？你让我说话了吗？孟德胜，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什么人呢？我师父说的对呀，啊，捧哏靠得住，母猪会上树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怎么是这样一个男人呀，孟德胜啊？孟德胜，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呢？最后一遍了，你说，你还想和我搭档吗？想啊。那好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哪个呀？你还记得每次到节目最后你最爱对我说的那句话吗？什么呢？就那句呀。就这个呀？就这个。连合同都合不上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不是这点默契都没有了，孟德胜。你行了，你别撒泼了，你。行了，你走吧，我不想看见你了。你把你的大褂脱下来，你给我净身出户。不，你干嘛呢？我找平安老师跟我合作。也行了，你别来这套，你配不上人家，我告诉你。怎么了？再说了，徐玉龙，嗯，咱俩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咱俩都有关系。哼，老话说得好，这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再说一遍，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不响了吗？我去你的吧！五千多公里啊！你竟然研究这个是吗？这，但是为什么唐僧他走了十万八千里呢？啊，唐僧，嗯，走丢了，走丢了。我说你跟我学学相声，将来好歹有个养家糊口的手艺呀。你猜他说什么？什么意思？他还是不会。他说什么？我儿子说。什么意思？出去，出去。啊呜、哦！快点儿，呜、哦！连续点儿，啊呜啊呜啊呜！哎，对了，学成了。融美好，共未来。
天津卫视。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跟朋友吃饭不叫我是吗？嗯，不是，觉得我这个逗哏给你丢人了是吗？谁说的呀？觉得我这个逗哏带不出去是吗？啊啊，糟糠之豆啊，我是。这什么词儿啊？这是啊。哎呀。哎，确实我觉得这段节目特别有想象力啊，其实它跟老的这个规矩套子其实是一个思路，但是我觉得编排的真的非常好啊。这个平安一会儿要跟这个徐龙要合作是吧，那这个提前先评价一下你一会儿的这搭档感觉怎么样，今天发挥的。我觉得待会儿我也得这样也得这样。咱俩抢我的戏吗？这还是个传染病啊。好，接下来舞台交给刘季、冯玉丹，有请两位。谢谢啊，哎，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对，当然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哎呦，回回都要掌声是。就耐在这儿演出，你小点声啊！心里非常的开心。哎呦我天，好多朋友可能对我不是很熟悉啊。我的名字叫刘季。对，这个是我的搭档啊。大家可能不了解，那个过去了是吗？介绍一下，冯玉丹，哎哎哎，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搞字了啊，优秀啊，我们相声演员咬字儿就狠，你这是说相声的口齿吗？冯玉丹老师，我撕谁去？我老师知道吗？那跟冯老师演出，靠。我是一个文化人，你别一惊一乍的。那，哎呦我天，文化人，人啊，你乐什么呢？文化人，哎呦我天，平时都愿意读读书啊，啊，喜欢这个，阅阅报啊，那可好，抚抚琴呐，舞舞剑啊，嚯，给人起个小外号啊，你等会儿吧啊，都行。你们家文人给人起外号是吗？我们家就起。哎呦呵，好。这不刚才吗？上台之前那一喊啊，什么叫那一喊啊？这个我就抓空研究了一下四大名著。哦，抓空研究。嗯，这个《西游记》。西游记那不是你磕着门牙了是怎么着你西游记啊，西游记研究了，你就研究这个。哎哎哎，那用你研究吗？哦，打小就看知道吗？谁呀？我呀。谁不是啊？谁别谁。哎哎哎呀，都是打小就看啊。我倒背如流。您什么？西游记倒背如流。冯老师，你别吓着我了您啊。西游记您倒背如牛。如流。如流。哎，如牛像话吗？真的假的？真的。这样啊，这平安老师在这儿呢。您啊，倒背一下。咱这样吧，因为什么呢？每一本不一样，您从19.5那本背。19.5。走，插图的咱不说了。来，我说的是个比喻，知道吗？您比喻，您熟吗？我太熟了。熟就不可以放狂语啊。我不是狂语啊，真熟，真熟。对，今天当着各位老师，我当着面，我考考您，行吗？你别放孜然就行。考考您行吗？行。哎，可闹死我了这。孙悟空，你知不知道？你把孙悟空吓着了啊！小点声。孙悟空。孙悟空啊，好嘛。
好，那么问题来了，啊，说说，冯老师，哎呀，《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您觉着？我觉着，我觉着像话吗？我觉着，《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您觉着啊？是猴的成分多还是石头的成分多？因为他是石猴出世。您这不废话吗？当然是猴的成分多呀。No。石头成分多那是痛风知道吗？这个您有发言权，多新鲜的，这个您有发言权啊。但是啊，可但是但可是啊，哪儿那么多可是？你错了。我要错死你。我错了。你说错了。怎么呢？石头的成分多。哎呀，不可能啊。孙悟空在老君炉里边练了77-49。哎呦，这大七字，你可闹心死我了。你练了77-49天，这时候他没有练肺，反而练出了火眼金睛。哎呦四个字你倒俩字儿，你那个就是石头。石头就是二氧化硅，石头的成分多。不是，我想问一下，这吴承恩知道二氧化硅吗？我想问。我知道二氧化硅，我不管他知不知道二氧化硅。哎呦我天哪！行，再来一个行吗？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别一惊一乍的啊。冯老师，哎呦我天哪！金箍棒您了解吗？打嘟噜，让水屁还打嘟噜，您看，金箍棒还不是金箍棒，是金箍棒。哎呦，这来不了这个啊！金箍棒您了解吗？人家武器嘛，那不是。好啊。问题来了，什么问题？您撅着，我又撅着，我这金箍棒，是什么金？是纯金，999，还是18K，还是14K，还是彩金儿，还是紫金，还是越南纱金？你说。纱巾，纱巾，不对，18K，这家伙，4K，No，那你说什么金？金箍棒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啊，定海神铁，它没有金。哎呀，你是逗我玩的吗？是，没金你问什么呢？你它是金属。我明白你的套路了，来，再给我来一个，再来一个，来，您行吗？行，冯老师，我不撕了，是。问题来了啊，您撅着，我又撅着，我趴着行吗？我趴着。孙悟空的那个云彩，什么玩意儿？云彩，天上的大云彩，金狗云。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口齿你是怎么说的相声？竟然当我们团长。哎呦我天，真丢人呢，我大云寨。哎呦我天，知道不？它是什么云？是卷成云还是积雨云？哎呀，还挺多呀。你是不是在气象局干过呀？你你甭管我在哪干过，我问你呢。他我哪知道是什么云呢？卷成云。卷成云，你这有根据吗？太有根据，因为积雨云它里边有雷呀。那要是积雨云让猴踩着，它会垫在它直居里。它飞的时候，它会抖着飞，明白不？我服了，我是文盲行吗？这都是姿势。我就行，我服了，我服了。你这都哪儿的问题？这都是哪儿的问题都有。哎呦，我行啊，这个啊，你不研究的熟吗？我没研究过这个。积雨云，你看，好家伙！再考你几个简单点的问题吧。怎么那么多问题呢？你这那不考了？哎，考，行，不考没有词儿了，咱废话，时间不够还不再考吗？啊，对，行。我问问你啊，你说，西天取经，是从哪行到哪行？从哪行到哪行？你是不是傻呀你？那肯定是从长安到天竺啊。放到现在呢，就是西安到印度。哎呦我，行啊啊，这个能答上来可不容易。可就研究过吗？总共多远？是什么玩意儿？总共多远？闹死我了！10万8000里。
十万八千里。对对对。要是从导航上说，西安到印度大概骑多远？两千多公里，才两千，才两千多公里啊！你竟然研究这个是吗？这，但是为什么唐僧他走了十万八千里呢？啊，这里边有一个历史上惊人的秘密，让我得到了真正的答案。哦，什么秘密？今天说出来会震惊失落。哦哦哦，唐僧，走丢了，走丢了。那时候没有导航。靠撇鞋跑的。哎呀，这四个没死半道上是吗？没死啊，要不然就三个成功了，不是像话吗？这都对吧？哎呦我天，还有啊，孙悟空脑袋顶带的是什么？最后一个问题，抢答什么？金箍啊？错啊，紧箍。不，这有什么区别吗？这个唐僧拿它的作用不是装饰品啊，不是个 K 金的。他是为了让他顾猴啊，懂不懂？啊啊！一念咒把猴紧上哦，要不然的话有啥用啊？啊啊！纯金箍猴掰开了，唐僧这边念咒拿棍儿不帮他吗？你这都什么画面啊？这都对不对？紧箍咒哦，紧箍咒，紧箍咒。您说那个金箍 啊，红孩儿脑袋上戴的那个是金箍哦，红孩儿戴的那个，哎，那个是金箍咒啊。还有一个你不知道吧？哪个？禁箍咒，这是给谁的呀？黑熊怪。哦，看紫竹林那个。对了，为什么他脑袋顶上戴禁箍咒呢？为什么呢？他看着这个大门呢。哦哦，谁进谁出，他说了算呢。哦，所以脑袋上那个就属于是门禁卡。你这都挨着吗？这挨着啊？哪个神仙来了打招呼？嗨，婶儿，嘚儿进去了，懂不懂？这也太憋屈了吧！但是最厉害的是谁？谁？是沙和尚脑袋上戴的、那个。哦，对，他也有一个。沙僧脑袋顶上戴的那个，我跟您说，那个可讲究了。哦，那有什么讲究？为什么呢？他是卷帘大将从天上下凡的。对，犯错误了。而且沙僧，您看身上每一个配饰都有他自己的讲究，深挖起来都有他自己的历史。是吗？您比如说他身上戴的这九个头盖骨，九世的唐僧，哎，吃了九回，对不对？还有一点，您看那沙和尚那个头上戴的那个箍啊，对不对？你看沙和尚头发比平安老师多点，反正。哎，你这就别比喻了，对吧？对，为什么人家要戴这么个箍呢？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东西他有讲啊。有什么讲？他怕头发乱，那是发卡呀。我去你的吧！包袱精彩，现挂也精彩啊！其中还拿这个痛风砸挂。说到这点儿时，老冯，你这个脚豆没机灵一下吗？没有，我膝盖机灵一下，给锁在膝盖了。哎，这段很有意思啊，跟这四大名著有关啊。这个是谁的创意啊？啊，这个是鄙人的。哎呦，哦，从来没想过《西游记》是还有这些故事。对，这像有点像那个叫什么？人家正史，你这是野史。对，早歪门邪道。我觉得这他们讲《西游记》特别有意思。而且呢，这个当年我们看的《西游记》有首歌叫《敢问路在何方》。对对对，这首歌都是给我们冯老师量身定做。是吗？是啊，这我头一回知道啊。这您唱唱那第一句叫什么啊？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谁挑担呢？沙僧挑担呢。那谁牵马呀？我牵马呀。你是谁呀？猪八戒。笑话吗？这个中招了，没有啊？这个老冯啊，被嘉宾欺负的，你还是第一个相声演员。我太憋屈了。但我觉得这包不错啊，不错，回头可以加在你们这表演当中。对对对对，挺有意思，挺有意思。这个我觉得这个相声就是要不断出新啊。我们这个群英会节目呢，也是不断的要迎来新人啊。今天我们有两位新朋友啊，我们这个雨光啊，还有这个洪超啊，两位今天带来一个什么作品？也是新创作的作品，叫《儿子站起来》。那一会儿你们俩自己去吧，我们谁都不站起来。这我们一会儿怎么送你上来呀、啊？这个，那这样你得先站起来。哎，因为什么呢？你这服装演不了，是知道？来，你先站起来，你把这先破了。好，再说。好，大家先站起来。对对对，接下来舞台交给两位。好，好，好，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对对对，啊啊！您看掌声多热烈呀！嘿，这是不是也不用剧本？别说了，别说出来啊！OK。我们这场呀是对口相声，台词是一人一句。哎，我那一句呢？
你问我呢，你说出来呀、啊。哦哦，说出来啊，看大伙的掌声多热烈呀。这句是我词儿、啊，这句是我说一遍了。哦，是。那我合着我说什么都不对呗？你不是说什么都不对，我是你是压根儿就不会。我多一接着说，各位也多见谅。我是真没想到群英会这个栏目这么欺生，我是第一次来栏目组录节目，就给我找这么一外行搭档。我恳请天津卫视封杀我，但我今儿得跟你说明白。看我，二婶，我在这儿呢。您说，我这个位置啊叫甲哦，你这个位置叫乙，我叫逗哏的，你叫捧哏的啊，我又叫逗活的，我也叫捧活的，你叫凉活，我也别跟你说行话了。你在现场，你的任务就是我说的不是人话的时候，你负责提出质疑。那我的台词可太多了，我嘴里一句人话没有。哎，但这句你翻对了，啊，这句你翻对，就过去了。怎么了？您说这可怎么弄？我本来琢磨来群英会说段相声，高高兴兴，开开心心，换个心情。您是不知道，我在家跟我那儿子就着急，我来到这儿跟你还着急。我要知道看你现在这样的话，我不如回家看我儿子。我对你这句话提出质疑。你提出质疑不是说出质疑这俩字啊，你得把心里头质疑，为什么质疑，什么想法，不是你明白我明白，就是观众也得，你得这么说吧啊。就是说如果我说的话你要是不明白的话，你现场就问我行吗？行，明白了。咱们再来啊。来，您是不知道，我跟我那儿子是上不完的火，着不完的急。你要是摊上我那样的儿子，你也得着急。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那儿子跟我那儿子状态一样的话，你也得着急。什么意思？我跟我儿子着急呢。什么意思？你就会说什么意思？不是你让我问你的吗？那我跟我儿子着急有什么不明白的？你有什么好问的呢？不是你为什么跟你儿子着急呀？对呀，你问出来不就完了吗？问问呢？我问什么呀？我祖宗，你刚才都问出来了，什么呀？你问啊，我。为什么跟我儿子着急？嗨，我为什么跟我儿子着急？你有儿子吗？不是，你别跟我这搅和呀、啊！你接下来要说的台词啊，啊，冒号啊、哦，你为什么跟你儿子着急？你要敢说冒号，我就抽你。你为什么跟你儿子着急？我真是跟他上不起这火。您是不知道啊，我那儿子是亲生的，有意见？你这翻对了，你这个翻对，你状态对了啊！不是，哦，我这么说他高兴啊？不是我高兴啊！你说完这句，观众是不是都乐了？哎，对，证明你说对了。哦，是吗？这是相声的状态。哦，啊，保持住、啊。好，不是说我高兴啊。正因为我儿子是亲生的，所以我才愁成这样。哦，那您为什么跟您儿子愁成这样？我能入活了。各位，我儿子今年上初二，眼看着马上要上初三，正是自己该努力的时候。他倒好啊，满不在乎，上课不好好听讲，下课就封门，回家不写作业，见天抱着手机，早晨不想起，晚上老不睡，自己的成绩从来都不关心，感觉哎，儿子，是你中考，不是爸爸中考。你看，跟他聊天是带的。聊急了还动手，我说我劝劝他吧，我说你跟我学学相声，将来好歹有个养家糊口的手艺呀。你猜他说什么？什么意思？他还是不会。他说什么？对呀，我儿子说。什么意思？出去。你们说相声的就爱占人便宜，是不是？这叫传统技巧，你不懂。我是想说什么？您甭说了，我明白了。您儿子躺平了。平，那孩子躺的是太平了。就那天、我演出回来刚到家，
他又在沙发上躺着呢。我说我劝劝他吧，我说你跟我学学相声，将来好有个养家糊口的手艺呀。你猜他说什么？算了，你也甭猜了。他愣说他没这基因。各位，我儿子，我亲儿子说相声没有基，我当时那火我压不住啊。您得压住啊，一定是您沟通方式的问题，您得好好跟他说呀。我是好好说话啊，可他半天一句整话没有啊。我一个说相声的逗哏演员，到最后愣让他挤兑没词了。这样，以我的智慧和口才啊，过两天我到家里去，我跟他聊聊。你有医保吗？我带着卡呢。怎么他要揍我？你不用上家去啊，咱俩就现场来一回，换你你也没得说。不可能，你甭抬杠。打现在起，我演我儿子，你演我。来，演得了爹吗？我现在就是你的父亲。这他倒不吃亏啊！别废话，咱俩现场来一回。来。哎呀，儿子呀！我得够80多了吧？这个，哎呦，别关门了啊！对不起，我刻板印象。什么叫刻板印象？我40不到，我就这模样。哦，您30来岁。对呀、啊。再来。哟，儿子呀，啊，嘿，躺着呢。是，今儿放学挺早啊。没错。哎，爸爸呀，要有件事儿跟你聊一下。哦，那您给说说。前两天开家长会。嗯，老师表扬你学习进步了。进步进步不了，哎，还有400多天可就中考了。上不了。哎，这是不是也是相声技巧啊？这个中考可是人生重要的节点，多新鲜。老爸还指望着你出息呢。哦，我呀，行了，不说了，爸爸给你做饭去了。去你的吧，我就知道是这句。是不是挤兑没词了、嗯、是不是给他挤兑没词了？就这种情况，我那儿子还跟我说没有说相声的基因呢。好嘛，他儿子比我尺寸要准。您说这怎么办？就这种情况，这种状态，急得我是一觉一觉睡不着宿啊。哦，您说都不会话了。我跟您提个建议、嗯、您呢软的不行来硬的。你是认为我有医保吗？不是，没让你打孩子呀。您呢在言语上强硬一点。您说我换个态度。当然了。开儿子。哎哎嗨哎嗨哎嗨、哎、哟。儿子你要听我说。你怎么那么讨厌呢？谁让你占我便宜呢？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躺平下去，这辈子可就毁了。你现在什么都不干，不学无术，将来还甭说给我养老，你自己养活得了你自己吗？你不能这样，你得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你明白吗？你得充实起来呀。怎么不充实？我怎么不充实？我天天多忙啊。你忙什么呀？你王者荣耀5v5，第5人格斗地主，吃鸡刀的和跑酷，每天都有新任务，蛋仔派对和光遇，充完值了还追剧，地下城撸啊撸，打怪升级买皮肤，看直播点外卖，时间过得特别快，我这怎么能够叫躺平？您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叫什么孩子？这个，您换了一种态度，他给我换了个艺术形式。哎，现在的孩子正值青春期，他叛逆，您得理解呀。是。孩子青春期叛逆咱都理解、哎、但正因为他是亲生的，我看着真着急呀、啊。没错，咱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但如今的好日子那是一辈一辈人干出来的呀、哎、来让各位说说，现在甭管是小家的富裕还是国家的强大，哪样是躺出来的？好，哎呦，您说的可太好了。哎，不如您就把刚才这段话原模原样的给您孩子说一下，他内心一定会有改变。没错，我也相信我儿子不是糊涂孩子。哎，我就把这句话拿回去跟我儿子原原本本这么一说，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这孩子一定会有一个崭新的变化。哎，等我儿子将来学好了一身能耐之后，哎，我一定让他怎么样教你说相声。我还是不会。
我觉得啊，今天这个雨光这也算是跨界啊，这个第一次来我们群会说相声啊，诚惶诚恐啊，也问问你的感受怎么样吧？就是我会很紧张，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啊。其实登上话剧舞台，或者是喜人奇妙夜，或者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我登上这样的舞台，我倒不会紧张，只不过临场前紧张一下就好了。但是在台上我是全程紧张，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搭扣搭了这么死过。其实一回生两回熟啊，也希望这两位以后有机会常来我们的群英会啊。这个，那这个刚刚我们这个雨光的小跨界啊算说完了，接下来跟平安这个大跨界，我觉得没问题，因为你应该这叫返场了，这是再来两段。其实我真的就跟刚才采访说的一样，我也其实还是很紧张。是吗？因为真的是唱歌好像这词儿没那么多。每次说相声的时候词儿太多了。但是没关系，这次这个搭档很优秀，也是应该说我们年轻演员当中颜值很高的啊。这个是徐玉龙 啊，帅哥，帅哥啊，这个发型比我头发多多了。不说了，靓仔嘛。那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平安还有徐玉龙，有请两位。哎，这上来就有掌声哈、啊！当然了，到底是这个老朋友了啊、各位群英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平安，欢迎，已经来了第三次了，所以说也是老朋友。那我今天呢，又来跨界说相声了。哎，说句心里话啊，就您前几期我都看了，是吗？那已经不能算是跨界了，那叫什么？再就业。再就业，您太抬举我了，水平很高啊！哎，不敢当，不敢当，可以秒杀一众相声演员了。水平没有你高。我听说要跟您搭档啊？怎么了？我特别激动，是不是？所以我前两天一直在网上搜你的相声，然后呢？没搜着。没搜着，说他干嘛呀？但是我叫编导啊，给我很多视频看啊。有吗？特别喜欢你相声，是不是？对。具体哪段？全部。别全部，太笼统了，具体点儿。那个哪个？什么叫那个？哪个？那个。这是哪个？这是你这头带歪了，别转移话题行吗？这怎么说也得说一个呀。我就讨厌。看得出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些相声作品。虽然您不了解我，他们了解啊，他们虽然了解，哎，但是我们大家对您都特别了解啊，是吗？当然了，我来之前要和平安老师跨界啊，特意做过功课。是啊，平安老师，上海人，哎，这个有点洋泾浜，上海人啊，上海人，哎，对了，又学到了啊，哎，是平安老师，是上海人，哎，是的啊，而且平安老师歌唱得特别好，哎，对，人家当年是快乐男声，济南赛区前十强。哦，那可是2007年的事儿了，是不是？十几年前。还有一个节目啊，我记得是全国总冠军啊，对，就上海卫视那个《我最亮》全国总冠军。我最亮哦，灯泡厂里面比赛呢。我最响亮。唱歌的啊，唱不是我最亮那个，我也是挺亮的，但那比赛叫我最响亮，我最响亮，哎，对，人家全国总冠军，那是，还有一个2012年的，哎，有一个叫什么《中国好声音》，对喽，哎，《中国好声音》让全国的观众熟知您，哎，是，对不对？对，所以今天跨界又来说相声了，你看到没有？啊，现在跨界来说相声啊，相声说的也都这么好，哎。这我因为来了次数多嘛，对不对？是，相声说的又好，歌唱的也不错。您就是六边形的战士啊，全才型的演员呐。啥？六边形战士。说响点儿。说响点儿。行，六边形战士。哎，是，我还以为你说马龙呢，打乒乓球六边形战士。哪儿有马龙啊？哎，就是说你是全才的，什么都行，能说会唱。哎，这是会丢丢了。哎呦，太谦虚了。哎，其实我今天来这儿和你合作，有点私心。什么私心？就是我们相声界不有句老话吗？叫一柳三火。哦，就是会唱歌的相声演员，哎，观众会很喜欢。哦，多一个绝学。哎，对了，哎，所以说您能不能教我点儿，就是唱歌方面的技巧？哦，你想学唱歌？对呀。那容易啊。多练练基本功不就好了吗？我练呀。
啊，你练，天天练，是吗？你听我这狗齿口齿，你来一个狗齿的，你听我这口齿多清晰呀！啊，每天早上我站在河边啊，我就练功，是吗？哦哦哦，一一一，哦，唱戏的都这样，都得练，嗯，一，啊一，啊一，你看什么阿姨？那小姐姐，你怎么那么爱演呢你？要不你也演音乐剧去啊？对，我们今天是来说相声的。不，练功我也练啊，练功也练啊啊！那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有一套这个发声方法，很多歌手都用了，都非常效果好了。发声法啊，对，练完之后就是会唱歌了。对，而且我告诉你，只要你掌握了这个发声方法啊，就算是维也纳金色大厅，你都可以去。哪儿？维也纳。维也纳。嗯。那是哪儿？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哦，哎，这是唱歌的最高殿堂。哦哦啊，你再说一遍还能说对吗？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哦，说着也费劲儿。哦，对，把我套进去了。我不懂啊，啊，就是我练完您这个发声法，对，我也能去那个维什么纳那个金色大厅演唱啊。不是维也纳啊，不呸，到底是不是？是维也纳，啊，维也纳，啊，是，我就能去那儿演唱去了。对，太好了，是吗？教我，你赶紧教我，快啊！你教我，啊，你跟你师傅在学相声的说，老头儿。教我报菜名是这样的吗？啊，那你求我，你不得鞠躬吗？行，拜师，对不对？对不住，我错了啊啊！您教教我，鞠躬有这么鞠的吗？事儿太多了。哎，大家伙说说看，他会鞠躬吗？鞠躬是这样的吗？鞠躬不这么鞠不就行了吗？这不鞠躬不得俩手放着？哎，您教教我，啊，挺有礼貌这孩子。我说相声演员就是坏，啊，是吧？今天我也就这么好好教教你。哦，教教我行行吗？我刚给您要学吗？给您开玩笑呢，我是真想学，啊，您教教我啊？是吗？啊，哎，那您会唱歌哈？啊，我唱歌我会啊。来一个啊，展示展示。哎，好不好？哎，半天了，说句心里话，听你们俩唱歌我也听了啊。嗯啊，跟我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吗？啊，听着，嗯，哎。哇，哎，谢谢，太好了，太好了。不是，什么状态呀，啊？这是我唱了没有啊？我是专业的，一开口就知道你是有天赋的。哦，我一张嘴就知道。哎，只是缺乏系统的训练。哦，还缺乏系统训练。那是。这不您来了吗？给我系统训练训练。是啊，啊，学唱歌首先是什么？嗯，要学气，要运气啊。你气足不足啊？哎，我气就足啊。你气也足，平时就练气啊啊，平时练气那个潜水。啊，哦，用潜水来练气，潜水练功啊！我只要潜下去，没人捞我，不带上来的。你这不是气足，你这是命硬。这消失的他难板，还挺多的。那谁叫我是六边形战士呢？什么都知道啊！不是练气，气足。哎，练气，我告诉你，啊，嗯，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咱们先来试啊。啊，你说是？就是唱最简单的那个 啊，开口音。我知道啊，高点。啊！再高点！啊！再高点！啊！啊！救命啊！哎，行，我受不了了，导演。这一听就知道他呢气不足。我还气不足啊？得加点方法。什么方法？这气当中如果不足的话，要学会偷气。偷气我们都知道啊，相声演员背那贯口都偷气，是吗？没事就偷。什么呀？你来一个。啊，正阳高。正经长，没事就烧花鸭、烧乌鸡、烧鹅，这不是赵四儿吗？赵四儿，你这个太逗了！你嘲笑我啊？偷气，我给你展示展示嘛。没，我们唱歌呢有一个词汇叫做这个急吸缓呼。急吸缓呼，就是吸气要快，呼气要慢，因为你呼气的时候要唱一长段啊。哦，哎，比如说这个。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拨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哦，你知道吗？真行啊！哎，
就是这么回事。你看一口气吸气要快，比我像赵四儿。你来，你来，你来，我来啊！就发啊的音了、啊，对，简单啊，嗯、来啊，吸气啊，连贯点，连贯点啊啊，连续点，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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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哎，成了，真棒。真棒！你有没有觉得现在你的气足了，力气也大了啊、嗯？我现在感觉我浑身都是劲儿。哎，对呀、啊，我现在有种想拉磨的冲动。也可以去跑两圈。我的天哪，就这个啊？不还有别的吗？哎，有啊。啊，唱完，嗯、唱个哦哦。哎，啊是这个开口音，开口音啊。哎，然后我们哦是嘬口音。这哦就这样吗？哎，这一听也是气不足，这还气不足。哎，发哦啊，它必须还要一点外面的力来稍微帮助、哦、借外力，借外力，怎么借呀？双拳紧握，双拳紧握，有节奏的拍打胸口，有节奏的拍打胸口，对，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吗？这干嘛呀？这是放松横膈膜、哦，更加好呼吸啊。哦，哎，虽然听不懂，但觉得很厉害。哎，是，我们试试好吗？试试啊。哎，击打胸部，击打胸部，啊、然后发哦的音，哦、再偷气、哦。哎，来，再来，再来，再往前走两步。哎，又成了。不是老师，我问问你，啊，你就看我这两下，嗯，你觉得我是猴的成分多还是石头的成分多？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我这不是猴吗？这不就是？我就说这孩子有天赋呢。啊，你一下子就把我这个发声法的精髓得到了，这就是精髓啊！我这名字叫做仿生发声法。仿生发声法？对呀、啊，这怎么讲啊？这个？哎，你觉得天籁之音它来自于哪里呀？哪里呀？来自于大自然啊，大自然的小动物们哦， 所以我们都是看一些动物们啊，学习他们发声啊、就有美妙的歌声出来了、我们人类的声音是有极限的、从20赫兹到20000赫兹、通过我这个发声法，你就会听到20000赫兹以外的声音。哦，你别说那数学，我听不懂。就是用这个发声法就可以突破人类的极限。对，是吗？是。哎，你听说过有歌手他叫？维塔斯嘛，维塔斯我知道啊，啊，断臂维塔斯，嗨，那是维纳斯，哦，维纳斯不金色大厅吗？那个，这文化也不咋地啊。您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你甭管我什么学校毕业的，我不太懂这个呀。维塔斯，哦，维塔斯，他最著名是什么？是海豚音啊，这有关系吗？这个有关系啊，他就是每天到海边去看海豚、学海豚、听海豚的声音，还有这个老人与海那个豚，哎。您别断开说、啊，老人与海豚哦，他就获得了海豚音，他 就变成了现在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就靠这个仿声发声法。对呀、啊，练出海豚音。哎，我也是，你也是这么练的？对，我去模仿那个鸟，鸟啊，学那个鸟，什么鸟？百灵鸟。哎，所以通过我的方法。你要去那个维也纳，一点问题都没有。太好了，是吧，老师啊？我错了。你错了？我真该死啊！我刚才还质疑你，我错了啊。没事没事没事、对不起。强者都是孤独的。他还拽上了，你看看。哎，这样，嗯，您把剩下的全交给我，是吗？啊，你还想学？还想学？精髓都给我说呀。那我们再来一个上升难度的。什么呀？把刚才啊和哦结合在一起。结合到一起，哎，是啊，哦，哎，不，不行，不行，不行、这个还是需要外力，还要外力，嗯，怎么借外力？我们唱歌还有一个叫丹田，你知道丹田在哪儿吗？我知道丹田嘛，就肚子里头，肚子里头，一般都会说叫做气沉丹田，哎，我们这个打太极应该知道啊，哎，哦，怎么去找这个丹田呢？怎么找？就是下蹲的时候，哦，下蹲是最明显的。下蹲的时候就能找到丹田。对，来，我找个空旷的地儿啊。试试下蹲，下蹲，双手扶地，双手扶地。哎，这扶地是为什么呀？这个，这也是为了下蹲能够更加找到你的丹田之力。哦，这呵，对，这么有道理呢。是啊，然后再啊哦啊哦，再加偷气儿，是就成了啊哦。对，好，我试试啊，来试试看啊哦。快点儿，呜、啊，连续点儿，呜、啊，嗷嗷嗷，哎，对了，学成了，
我这就学成了。对，这就可以唱歌去了。对，那你赶紧的、啊、带我去那个维纳斯演唱去。啊，去维纳斯唱歌呀？啊，别了，你跟我去动物园上班吧。那我不去了。好，感谢平安，谢谢徐志荣，感谢两位，谢谢，再次请上各位演员们。合作的真好啊！孟德胜没吃点醋吗？哎呀，我是想弄死他！这是第三次来跨界说相声，我觉得真的是游刃有余，驾轻就熟啊！欢迎平安，以后多来我们群英会啊，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相声作品和分享。谢谢平安，谢谢，谢谢，也感谢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谢谢大家。观众朋友们，下周二三的晚上9:2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再见。